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，静静？会这么想，我的智商是不快将会负数了。我这辈子做过的蠢事。 大概全都给你了，我想不到其他办法了。不是因为看见聊天记录才后悔，我早就后悔了，只是不敢承认。后来我出差，在沙漠待了一个多月，我以为我还在挣扎。 该怎么挽回？该是怪你，怪你为什么这么快来问我？如果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自己就跟自己投降了。那个时候，让我来问你该多好。问什么？问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 对不起，我不要在意我喜欢他，比他喜欢我多的人。这个理由不成立，我没有少。有的，其实我们不合适。那是因为考虑到那些很俗气的原因，比如说。 什么什么？比如说，我能给你什么？有没有时间好好照顾好你？我也没有时间照顾你。真的喜欢一个人是很冲动的，不会犹豫挣扎，不会想那么多。那我大概和你不一样。 我想的太多了，快想完一辈子了。我没答应你。我知道。我聋了。那我们上车，但是你坐前面来好不好？ 帮我开这导航，回去的路我真的不认识。
我先回去了。你什么时候回上海？小朱说，你初次就要回上海，初五要去外地拍戏，是这样吗？差不多吧。我知道了。春节快乐。 春节快乐。那你要怎么回去啊？走回去，我家离这不远。那你等。 我才不会回你呢。好，我到家了。哎，哎呀，我就听见门口有动静。 你怎么回来不进屋啊？不是说了不用等我吗？这大年初一的，你这么晚不回来，我们能放心吗？我睡吧。哥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你一大早上就看手机，看哪个样？好人都没搭理你吧？你这也太逊了，简直辜负咱们家基业。我现在随便给妹子发个微信，压根秒回。 不相信？发给你看。牛刀小试。小顾啊，小柳今年考试成绩怎么样？哎呦，别提了，就这理科，数学实在是上不去。有空啊，你多帮帮他吧。啊，小顾，是这样，数学这门课啊。 一定要多做题。嗯，对对对，多刷题。我对你太松了。小姑，你放心，我们家是有理科基因的，多做题一定可以激发。对对对，是是是，听你哥的啊。小柳，别辜负我们家基因啊，加油！来来来，小柳加油。 是我，雨都。你在挖笋，本来想问一下你下午有没有时间出去走一走。宜兴这两年变化很大，东九盐湖造的很美。我在胡父的外婆家，明天要去山里爷爷家。没时间。好，那玩的开心。 初四，我送你回上海。到时候再说吧，先挂了。静静啊，你说说你啊，你怎么把这驾驶证扔这么后面啊？啊？哎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